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带花瓣的立方体。需要用到三个长纸条，每个长纸条把它对折，然后把其中一个对齐，缠绕着把它折起来，压出折痕，全部展开，剩下的都一样，都这样折一下，然后把它穿插着组合起来。形成这样，然后继续往里收。把这个塞进这个指缝里面，从另一侧抽出来。完成之后是这样。然后看其中一个，把一张纸向右折，再把它往里折，然后把它竖立起来，多余的这个部分塞进这个纸缝的里面，然后翻过来，这个部分也一样，先把它往右折，再把它往里折，多余的部分先折一下，塞进这个指缝的里面。如果比较长的话，从这一侧露出的部分把它剪掉，然后剩下的部分都一样，都这样折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想学更多，关注折纸王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